港星公韩 ，God Seven Jackson 同 Baby 最掂。韩老强劲，港星除咗揾人仔，亦都好中意去韩国发展啊！最有代表性一定系10年通过 JYP 娱乐香港区选拔去到韩国做实习生，14年同另外6位成员正式以 God Seven 组合出道嘅香港仔 Jackson 王嘉尔，而曾经同金秀贤合作拍广告嘅 Angelababy 喺韩国知名度相当高啊！当地嘅机场啦、巴士车身同埋旅游景点都不时会见到 Baby 代言嘅广告啊！至于汤唯，早喺10年已经同男星袁彬拍电影。晚秋2014年嫁俾韩国导演金泰勇，喺首尔买地起楼定居，名副其实韩国媳妇。属虎人士今年冲太岁，咩都有变化。点样可以唔冲？你问阿明啦。学我用强壮嘅臂弯上 Facebook。